王源，来，阿白秀蛋姐，那个议长，好，议长，哎，王源先，议长你请坐，好好，议长，各位同仁，我是王世坚，戴着口罩哈，那个。当现在全民跟中央政府在防疫的时候，柯市长是全力壮大自己的柯党，前方防疫吃紧，后方柯批紧吃。柯市长一上任就设了四位正副发言人，今年一月又假征财征内定了两个副发言人，上个月更扯，把工灯处、原民会两个机要职缺，硬拉来给他柯党的正二代也是担任副发言人。我就不懂，所有的话都被柯市长讲完了，还需要设那么多发言人干什么？这八位正二代没事主已经可以凑成两桌麻将了。啊，没事主也真的没事，他们的任务就是把柯宇路备好备满，担任柯市长的和音天使。对日抗战，中国共产党是一分抗战，两分应付，七分发展。现在柯市长，民众党是一分抗疫，两分市政，七分发展。柯P跟中共真的是异曲同工啊，从两岸一家亲进阶到两党一家亲。柯市长最崇拜毛泽东的啦，过去访毛语录有了柯语录，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这一套毛装，要送给柯市长，仿毛装做柯装，凸显啊柯毛一体，民共一家，遥相呼应，隔海唱和。柯市长，你就笑纳吧。好，请幕僚，请幕僚说好。好，好，请陈崇文议员。好，谢谢主席，柯市长。